南充决赛在两队北京选手之间进行，身穿红色球衣的马龙王楚钦迎战队友延安徐成浩。比赛开始后，马龙王楚钦就展现出了必胜的决心，不断压制着对手，以11-4先下一局。第二局，延安徐成浩一度拿到局点，但马龙王楚钦随后连拿三分，以13-11稳住局面。第三局，马龙王楚钦在5-10落后的情况下上演绝地反击，连得七分，以12-10取得大比分3-0领先。第四局，马龙王楚钦在7-2领先的情况下一度被对手追到9-9，关键时刻马龙王楚钦经受住了考验，以12-10拿下第四局，4-0击败延安徐成浩，夺得本届全运会乒乓球男双的冠军。